因為我深近視所以鏡片很厚嘅。咁我配眼鏡，有時我見到嗰個框啊幾靚喎，即係戴翻上去塊面啦，跟住唔同我想象咁樣，戴咗隻眼又細啲啦，自信就少啲啦，係冇咁有自信。我想做 Smile 的原因是因為它這個是永久的矯治方法，我覺得都安全的，因為我上網都 research 過，暫時都未有人因為做這個手術而盲，傷口會比較小，還有它那個後遺症不大，即是我做完之後眼光的情況都很少。咁我上到嚟第一次咁就要驗眼啦，都好多唔同嘅檢查都有做咯，即係去即係確保你真係適合做呢個手術啊，咁樣做翻個術前檢查咯，咁令到我即係安心啲去做手術啦。翻到屋企啦，咁瞓完一覺之後咧，就覺得即係成個世界係清晰咗好多嘅。以前都未試過即係唔戴眼鏡啊，咁樣去睇身邊嘅嘢啦。咁第一次用自己肉眼咧就睇清楚周圍，咁我覺得即係比較得意同埋神奇嘅嘢咯，係啊，咁就好開心嘅，因為我本身真係近視好深噶嘛，咁幾乎係睇唔到嘢咁滯啦，一唔戴眼鏡，咁所以做完手術之後就好似即係回復光明嘅感覺咯，我自己又覺得係，咁我覺得我嘅康復進度啦係比我想象中快嘅，我就兩三日可能已經有八九成視力咁樣咯，都唔會痛啊咁樣，怕光嗰啲我都冇喎，反而我都幾滿意即係康復嘅。做呢個 smile 真係對我人生係好大影響，有啲後悔咁遲先嚟做手術咯。呢個 smile 嘅手術係好值得做嘅。